十二日晚，导演吴拓如曝光了一段刘亦菲小学领舞的视频。视频中，刘亦菲跳起舞蹈格外有范，从小就是美人胚子。视频为武汉市庆六一文艺晚会，刘亦菲代表鄱阳湖小学表演舞蹈《欢乐的节日》。刘亦菲扎着小辫，画着漂亮的妆容，小眼睛十分灵动，舞姿优美，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，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。此段罕见优美舞姿视频曝光后，惹得众网友纷纷围观，并留言称：“小碎步小眼神，萌死了，绝对扎眼，中间排位，超多特写镜头，幼儿园中的小花，从小美到大，太可爱了。”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